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10月30号在韩国순천举行了2021 K-POP 인순천演唱会，而当天上台的 B2B 因为是久违的线下演唱会，非常兴奋，导致成员曾广在第一首歌前奏开始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尖，不要尖叫，拍手，害得其他成员们也忍笑唱歌了。오랜만이야，让我的소리질리지말고박수쳐，让我的소리질리지말고박수쳐。我在孙晨现场看的，本来在发着带看，突然爆笑了，不是很响亮的大喊拍手，而是很急错过节奏的拍手，所以更好笑，而且自己说了后自己会慌张的样子也超好笑，在那里的人都笑了，咳咳咳咳咳咳，真的很可爱，难怪对 B2B 成员们都会有好感啊，真的笑死我了，咳咳，曾广是给我笑容的存在。让我的所里尽力尽力放肆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espa， 我们直接看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1月即将回归的 idol 们，四代代表团之一 The Boys 将在11月1号以第三张单曲 Maybody 回归。继2014年男团退演，时隔七年也将在11月1日以完全体回归。抒情歌手尹昌哲将在11月1号以正规第17张专辑回归。小分队出道十周年的 Super Junior DNA 将在11月2号以正规第一张专辑 Countdown 回归。 BTS 成员 Leo 也将在11月2号发表退伍后首次的新专辑。11月3号喇嘣将以三人体制发表新曲回归。 ASTRO 成员 MJ 也将在11月3号以 TROT 歌曲发表个人专辑。11月4号新人男团 T.O.1 将以第二张迷你专辑回归。男团 Bigtwin 将以第五张迷你专辑回归。11月9号 ONEUS 将以迷你第六张专辑 Blood Moon 回归。 TOMORROW X TOGETHER 将在11月10号在日本发表第一张 EP 专辑。P.I. 将在11月11号以新专辑回归。11月12号 TWICE 将以正规第三张专辑 Popular of Love 回归。对了，今天也是 TWICE 成员的生日，希望成员们早日康复，成员生日快乐。 MONSTAX 将在11月19号以新迷你专辑回归。JYP 旗下的日本女团 NiziU 将在11月24号在日本发表第一张正规专辑。接下来是还没有确定日期，但是很可能会在11月份回归的 idol 们 TIARA、 冰妈妈、 EXO 凯。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언니애리언니가호동이마산사람아이가내양산사람이다내좀쓴다언니애리언니가호동이마산사람아이가내양산사람이다내좀쓴다